过来。啊。上来。大个了，你太重了，哎呀，哦，你好重啊！哈哈，爬个坡也很费劲哦。生下来没有的，你们去看出生视频去吧。跟你们解释，你们又不信的，你们要我怎么解释呢？是不是嘻嘻啊？嗯，你们要我怎么解释啊？过来，嗯，我给你摸一下，你躺着，你睡下来，你躺着，躺着吧，给他们看一下你后腿的，嗯，躺着，嗯，又没有伤口啊。没有伤口的，躺下来给大家看啊！哎呀，看到了吧？跟你看，这些是出生的，这个出生的快一个月了，这种出生快一个月了，快一个月了。还有一批，还有一窝出生的。出生了，你那么丑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？我看一下那个刚出生的，啊，这些刚出生十几天的这种是出生了十几天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哎呀！对呀、啊，他们不是同一窝的。你怎么那么丑啊？胖的跟猪一样啊！真的，你胖的跟猪一样啊！啊，捂一下。都是怀孕的母猪，这个也是怀孕的母猪，这个也是怀孕的母猪，这个也是，那个也是，这个就是西西的妈妈，西西的妈妈吃水了，西西吗？这是西西的妈妈，你们看吧，她跟西西像不像？啊？一共几窝？我一共十一头母猪。她肚子好大，我估计这一窝有很多小猪仔，这窝又有很多。对啊，怀孕多久了？应该有。她应该怀孕了有两个月了，可能。那个肥猪出来了，又跑到里面尿啊？到外面尿，出去！我你一起来你就往这里走，出外面尿，出去。你看他的屁股扭的多好看，一扭一扭的，他的屁股，走起路来真的。
能快递吗？快递不了，不能快递。单身久了，看个母猪也，单身久了看个母猪也像什么？我是广东茂名的，在哪里？广东茂名。这个母猪就比较长条，这个母猪生了十三个小猪崽。猪几个月生？猪四个月生小猪崽，怀孕四个月，一般会提前，一般都是提前个几天生的。我也是刚知道的，猪就是六个月就可以怀孕嘛，六个月怀孕，然后四个月生小猪崽，都是这样子的。西西听得懂人话吗？听得懂，他挺聪明的。西西的话，他是挺聪明的呀。这不是西西吗？过来，西西，过来。过来，我摸一下你的猪头、猪耳巴、猪耳朵。最好玩，这个地方是最好吃的。又睡啊，来拱他起来，叫他玩。狗是猪是狗三，猫儿一单单是啥意思？卖不了，快递不了啊。如果能快递的话就好了，快递不了。要你们来自取的话又那个又太贵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叫跟我买的都离得我太远了，离我这里太远了。你们都是外省的，来这里买猪不现实，多贵吧？贵，我们这里不知道，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一头了。我又没有猪卖，现在所以说不知道价钱。你走开吧，你又来咬。打不死。我的是有那个猪贩子来收的。不知道，我说了那个他们的猪妈妈买回来就是怀孕的嘛，不是他们想买我这个健康的小猪崽，他们想买这种健康的，那种小猪崽。不是直播间不方便说，我那时候跟西西同一窝，那些小猪崽都卖了呀，都已经卖了，两只脚的不卖不。西西多少斤了？十斤重，已经十斤了。这个小小的好可爱的。西西不卖呢，健康的那些小猪仔就可以卖。亏哦，亏多了。我买的时候是很贵的，这种怀孕的，就像这种怀孕的嘛。怀孕的母猪买回来是4700米一头，那一下子买了七头啊，一下子呀，好，然后就建了这个猪圈呐、谢谢给你涨粉。这是小耳花猪，也叫陆川猪吧，有些人叫。也叫小香猪，我不知道，有很多叫法。能不能看看其他的小猪可以啊。他们又跑回去睡觉了吗？这里有一窝。嗨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啊。Thank you.
是不是好灵，好有灵性啊他们。好可爱的哦。好多小八戒。我那一窝它生了16个小猪仔，厉不厉害？猪妈妈生了16个小猪仔哦，可牛逼了。嗯，跟着我干嘛？嗯，啊，出来了，他们跑出来了。跑出来了，他只是没有后腿，显着他肚子大而已。他如果有后腿的话，来又过来让我摸。嗯，那你躺着吧，给你摸，给你摸，你躺下，躺着我给你摸啊，给你摸啊，臭不臭？刚养的时候觉得那个猪好臭啊，拉的粑粑好臭，拉粑粑好臭嘛。然后现在习惯了，每天养了一半个月之后就习惯了那个味道，就觉得也没有什么了。因为习惯了就没有什么了，真的，做什么都是靠习惯的。一天不见他们就觉得少了点什么，现在啊，谢谢你们送的小星星。猪腿没有的，没生出来，落在猪妈妈的肚子里了。哎，落在那，这是他猪妈妈，是不是猪妈妈？他生下，落在他猪妈妈那里，你们看哦。不知道啊，那个猪妈妈她没有吃什么啊，她买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给她吃什么，就是买回来就是怀孕的嘛，有可能人家说是我见这个猪见，买回来我就见这个猪见嘛，他们说是有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嗯，挺好的，他们两个去哪里都黏着。是啊，我不，你问我为什么，我家里面没加粉丝团的，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哦，发个福袋吧哦，左上角有福袋，然后家里面可以参与的，给榜上的大哥点关注，嗯，给榜上的榜前上的点关注哦，左上角有福袋啊，左上角有福袋。他们两个去哪里都，我去哪里都黏着的。嗯，可厉害了。羡慕我。他有轮子，真的装轮子没有用的，你看那些猪没有运动的，他都是睡觉的。不运动的，它很奇怪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它很奇怪的。猪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又吃的嘛，它都没有不运动的。真的，你们养猪的应该都能知道，猪就是不运动的，不运动的。装轮子说基本上是没有用的。装轮子的，你让他睡不了觉，那不是害了他吗？嗯，要想着装轮子是没有用的嘛，一样的吧，一个比较深颜，是一个比较浅一点，花纹是一样。左上角有福袋，参与一下啊、哦！左上角那里有个福袋，哼。